我们住几代了？我们这里才住了三代。条件，我们的地方条件确实不好，其余的是条件都不好。这个小村房里搬去有23家人了，你看，原来几啊几八九十家人家户，现在搬去23家人家户。要离开了，还是有点舍不得了，因为毕竟是自己用心血凑来的嘛。再不好，也是自己双手勤劳，自己创造的，还是有点舍不得。金沙県の移住住宅にはこれまでに1万人を超える貧困世帯が移り住んでいます。自然は変えられなくても、人が動くことで確かに山は動く。这里生活环境条件都比那些好，说甚至上学还有这个进城都很方便，医疗这些都很方便了。移民搬迁它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之处，就是说搬迁到这个地方之后，最关键要给它提供一个可持续性的谋生的之路，脱贫的之路，比如就业，比如给它一些创业的一些条件，让它一些创业。呀，当然更开心了，比在老家好多了。在老家就是没有工作，就是挖那个锄头啊，种那个玉米，蛮辛苦的，在这里生活多了。这是正确的，因为作为像我们这个年纪啊，说实在一点，就是照顾好老的，培养一下小孩，这边教学质量，还有这些设施都要好得多，所以说让小孩子在这种地方学习的话，比较好一些。夕方、勤めを終えた平明さんが帰ってきます。次にまた出稼ぎに出るまで。つかの間の家族水入らずの時間。这里的教学好，教学好，教学好玩，有广场，有广场，就是好好把小孩培养好嘛，好好送他们上点学读书。再过5年之后啊，像现在嘛。就尽量的外出多挣一点钱嘛，让生活过得好一点，争取在5年后啊，怎么说呢，让各方面的条件，出行的这些条件啊，还有生活方，不管从生活方面啊这些那的话，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发展。貧困対策で始まった集団移住は、農村と都市の在り方を超え、国の形そのものをも左右する大きな流れとなり始めています。大きな山が動いた時、大国中国は一体どんな姿となっているのか。答えはまた遠い山の先にあります。